八点了，打不死，把这个技能死定了。等一下啦，不要去闹了。点了啊！我完全忘记改标题之类的，天啊！这个剑好猛啊！对，我也没改啊，我还在 PUBG 吃鸡。等一下，你以为这是吃鸡要电台是不是？信号枪，信号枪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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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充钱充钱，等我一下。人是要掉，人是要掉。充钱充钱太久了吧？对啊，你太久了。其实还好，礼拜三。开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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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起来！啊，1:12。开开开开！啊，忘记改标题了。好干哦，好干哦。1:12。还有什么要按？快快快！要你啊！按。好了好了，改了改了改了改。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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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啦嘎啦。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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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啦嘎啦嘎啦。完蛋的，完蛋的。这个蜜蜂跑酷，见到一半而已吗？对啊。对啊，只到一半而已。我上次没参加到哎。我堕天使，没关系，等一下为你介绍。我来看一下他的，马上让你体验。又有大改版，我只知道堕天使是靠近天使会受伤。嗯，是的，不知道这个而已。现在以后两边都要有一个大魔王的概念。大魔王，大魔王，大坏蛋，大魔大坏蛋点蹦，大坏蛋点蹦，嗨。我是谁？吸血鬼战争这一次，上一次呢，繁星没有参与到。他这个其实就像是一场战争的经历。之前吸血鬼太强，所以上一次天使他们决定自甘堕落，他们变成了堕天使。天使一方。有一个可以变成堕天使，然后超级 OP， 然后吸血鬼就被打趴了，又被打爆了。对，所以这一次呢，吸血鬼也卷土重来。他过往他可以召唤那个血蝙蝠，不过效果不大。这一次他是技能，他的技能可以召唤恶魔。嗯，对，那个恶魔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厉害，可能。可能因为也没玩过还不知道，然后上一次的那个吸血效果也调低，这次又调回来，为了对抗这个强大的天使军。所以又可以玩连点哦，耶，尝试看看。并且随着天使的崛起，吸血鬼的战斧上面以鲜血为饰，可以进化成这个浴血战斧来血洗天使。他到底是很帅啊！我问个很白的问题，他是不是放弃平衡了？哎，这是一场战争。这个本来战争就会你变强，我就会再变得更强，有没有？那我觉得之后会出像你看漫画一样啊，无限发全力了是不是？那看来我该使出全力了，开始是下一招，然后又被打倒之后就说，看来我真正要使出全力了。然后最后就有第三方势力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他有说有一个道具新增叫做血腥世界。在血腥世界这个好像是一个道具还是技能不太确定，然后会有吸血鬼在30秒内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吸血鬼本身是不会有一个阵营就变成像堕天使一样，他们都还是一样吸血鬼，只是可以召唤恶魔，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强大力量的技能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就可以敬请期待看看到底会如何。好的，而且他也新增了这个材质包，看起来应该就变得更酷一点了，更有 feel 的。对啊，哇，这看起来越来越帅。哇，鱼这什么？你这什么？啊！你看我的斧头啊！哇，红色的哎！哇，红色斧头哎！红色斧头哎！红色的，红色的耶！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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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武器烂武器你还没看看我的武器啊我换成我原本的材质包了气步我觉得我这样子很帅、欸、很帅啊超帅的你拿就好你拿就好我不拿我不拿我不拿那武器哇他的红石是这个哎、欸，就酒杯啊，赞哦！喝酒，喝酒，喝酒。然后堕天使的转身好像也是一样，没有变更，就是150分就可以去转。那恶魔不是可以召唤吗？恶魔是技能，就是之前是召唤蝙蝠，现在召唤恶魔。它会存，它也是存在一小段时间，可是它好像很强，所以等一下吸血鬼帮你可以试试看。哦，好吧，吸血鬼主要就是吸血效果回来了，然后有这奇怪的斧头，有恶魔，对，然后还有另一个技能是强化自己，都可以试试看。嗯，烂斧头，神奇七耶！你可以拿天使的、啊，天使的这不是。我就是会等的天使。哎呀，啊，分队自动分队，那我们就来喽。他的预设是，哎、欸，怎么都少啊？预设是800，他现在最高可以调到5000呢、啊。我们之前1500应该差不多，先小试身手1500。好，好，分喽。嗯，分。走，开始游戏。哎、欸，我们都在外面，啊、我们在外面的忘记了。哇，巧克力你要跟谁打、啊？一人打，天使战争。一个人打，一个人打，一个人的战争啊！一个人的战争，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天使了。啊，忘记了，哎呀，忘记踩队伍了。不是啊，要在房子里面。要进到室内。哦，对，走开走开，拍谁？对呀、啊。哎呀，事实证明只有我是天使啊。哈哈哈哈哈。大家都还在外面郊游啊！我也忘了，我以为他直接就可以了。忘记的，没有可能记得，大家都忘了。我觉得他应该要先分队，分完再进去。这样也可以让人有机会，有没有？就是多次的随机队伍，说不定会有那样的需求。感谢。孩子包是，他都是一分就进去了。这个是吸血鬼的材质包，吸血鬼材质包，是第一吸血鬼，吸血鬼，他吸血鬼材质包要改成 ZIP， 不是 IR， 不然会找不到哦。哦，我是直接解压缩，嗯，对，哎，看这个好帅哦，哇，分一下分一下，我觉得这个好东西。哇，超帅有没有？哇哇，你看要大量取得这个当中，哦，哇！可是他名称跟他的样子没改。哇，哈利，你要来看看这个，像苹果一样，很棒。被捡走了，被杰克捡走了，杰克吃太多了。来，Apple。等一下可以进行其他这个道具，是苹果。那我要吃这个。来，发糖果，发糖果。发糖果哎、欸，有糖果，糖果。这个只有兔子吃得下去的糖果。原来是兔子糖。嗯。蒲公英花。啊，对好，对好，我们染料哎，是花哎、欸。把门关起来，关起来，眼睛。进来了，要分喽！等一下分好，马上离开哦。嗯，哎，对，希望我还是天使，走，分天，天，我是天使塔。哎、欸，糟糕了，我们手上有一些怪怪的东西。是吗？哎、欸，对，我是天使塔。对啊。哎、欸，集给你要不要？让你有那个功。
哇，弓好帅啊，十三块，我把五块放到里面。哎、欸，我给了，我也给了。还在，我放箱子里哦，有四五块。我先占第一个，剑就好了。哇，这剑好帅、啊！那我跟着他去，我跟着他去。好帅，好。那等一下150分换我去玩看那个堕天使。哇塞，你的弓好漂亮哦。然后他现在堕天使会轻装啦，所以等一下东西就给你们。他有这样的鞋，这不能留巧思。装一装一装，你看他前面闪就等我一下就好。可能也不行。哟，一号点站到了，走走走。我去二号点，人手一把剑。小心，现在他们的1.8攻击哦。哎，哦，我们第三个点有人要走吗？哦，他们都来到第三个点了，有没有队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弓箭，弓箭，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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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弓箭支援？你们没来啊？还缓速？我在路上，哈基嘞，我在杰克旁边，杰克后面点，杰克等一下，完全没有速度啊，他们要站下来了，我进去抢，好，有，哇，他们那个点要好了，来了来了来了，啊，牺牲好像不是很好。牺牲了，哎，冷静冷静！啊，打不 kill， 天使找你输了。我只有弓而已，弓应该很强吧？就是看起来超大把的、欸，看起来大。他们这1.8把我半低半低啊，烦哎、欸。那我慢慢前往那个喽，好，堕天使祭坛了。好，天使长。不会嘞、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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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还有三秒，好慢，哦、好慢，他们出来哦，没有啊，就是你比较早死啊，好了，是吗？他们走到我们家，不晓得在干嘛，我刚看到两个，哦，他们抢我们的点啊，我们的二塔也被抢了，哇，我没有办法，团直接过来，哎，速度速度，天使长，走，跳水跳水跳水，喂。我去躲，哎呦，我这边还可以抢他们啊！不行不行，他们人都来了，我还是直接去躲好了。哪边啊？哎，没关系，你们抢。还是我们去他们家？走啊！我顺便可以看看糖果跟剑会不会还在。嗯，来来来，我要躲，躲躲躲躲躲躲，他只要负100点而已，所以其实很快。哎，堕天使降临，变负债。他上面写100点哦，我怎么知道他会扣那么多？我怎么变负债？他等于是扣了250吧？哦，牺牲100点，然后其实再扣一个。那杰勒再占那个塔，扣更多，哦、被占了。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他们二塔应该快没了。嗯，堕天使，好，他们跑回家了。哎，对，二塔二塔，他们一塔。一塔，斧头不是换了？哎，出 bug 了啦！怎么了？武器他一直消哎、欸，买不了、哦，不给我拿武器、欸。哎、欸，我买了武器他就消了，为什么？还是这个说明书要丢掉？我一拿武器他就直接消失了，有 bug。有 bug， 玩出 bug。作者阿里母汤啊，母汤，哎、欸，是他们有买其他东西？杰瑞，那是杰瑞，那是杰瑞。我再买一次哦。哎、欸，直接消失，真的直接消失。我要去哪里买啊？不是啊，作者，你的那个指令，我只能赤手空拳了。啊，哎、欸，为什么每次跑到一半就不见了？你们给我，我应该也会消。因为他就是一直清除我的武器，嗯哼 ，bug，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武器吗？我没有办法拿武器，我一有武器他就消了，所以我可以空手打他们中间喽，速度速度，三塔哦三塔哦，嗯，两个穿衣服的，你们跑你们的，用空手去打打看，哦好，说不定我铁拳无敌，很强，我是宠物天使长，嘿嘿，哎、欸、我其实空手也蛮强的。来来，哎、欸，你繁星，你靠近我，你会被叼。我，因为我是堕天使，这里我来，我空手，我接他们的武器。
不行，他们好补，好补、哦。哎、欸，欢迎，后面有了，后面有了，后面有了，小雨快死了，小雨快死了，喂，小雨，小雨是快死了吗？是是有人在天上飞，喂，小雨这为什么在天上飞？没有啊，他里面啊，我是看他里面的，不是我，他们的血还是我打不赢，我打不赢，我在站，我在站，我在站了，我在站了，啊，只有空手打屁打啊，你在补血，啊啊，我是有。力量效果，但是只有空手。看来天使整个大弱化了，直接一个 bug 大弱化。看装备可不可以？哎、欸，连装备都不行，他们要一塔了。